在以前爱唱歌的朋友呢，拢有买着南青的歌选。当然，如果那是爱听老歌的朋友，南青唱片呢，嘛拢有买着。啊，这呀头家桂南，伊本身歌星头家。啊，所以讲我有讲到呀桂南这少年兄啊，对囡仔时阵吼，甲进嘛，有真侪资料，啊是桂大哥呢，也伊本身也所提供。当然，伫咧老歌，诶，即个歌谣南青唱片、南青歌选，这应该对着古早味即个老歌呢。绝对留了一个真重要的地位甲历史，所以讲桂南也讲到较早的这个历史呢，即话呢，记得咧咱来知影，记得咧咱来听。桂南因为利用下班的时间兼副业，家己也制作吼迄手指婆啊，阿伯有文具行，因为深开始无本钱，所以讲用到北京这本书。也甲咱讲比较吼，较困难啦。用迄、那个会当讲别人无迄个方法啊来伫咧也制作。即用纸箱啊店使用的即个切纸机一张一张安尼吼啊切迄个胶纸板，虽然比其他这本书啊用彩纸机进度较慢，但是呢。嘛是会当升起着家己用手裁，吼，也即个辛苦。桂南第二摆出品的即个手指婆啊，奖金就卖完啊。第二摆赚的钱就会当买一台中古的即个卡达车。当然有伫咧赚钱，伊充满着希望啊，希望讲下一摆所赚的钱会当安尼呀买一支啊迄落吉他。所以讲可能。不如呢，干脆失去上班的工作，专心归去家己来经营，就会当做出着更加多，而且个手指婆啊，啊甚至呢会当推销到外县市。因此，伊就辞掉也工厂上班的工作。桂南就聘请一个国民拄啊好毕业、国民校拄啊毕业的迄个囡仔工来帮忙，啊家己呢出头家啊。当然，一摆一摆，这个成品拢真顺利卖出去，也冇赚到钱。那么照家己的理想，将也当买到一支吉他，好、哦，这足欢喜的。但是，桂南的慢慢的加以讲应用工作，当等有囡仔工在咧上班的时阵呢，就无爱互伊弹吉他。有出来桂南去高雄出张嘛，而且市内的这个文具店吼、哦、去推销。也甲咱讲，要购买着伊个手指婆啊，桂南为着节省旅费吼，无去带旅社啦，啊，就去找因四姑哦，因兜呢啊照带。伫咧当时戒严时期，高雄特别严，外地人要到高雄吼、哦，要去带必须呢先去警察局，都要报流动户口。哦，这只咱老一辈呢可能知影。那么桂南因为未晓啦，唔知道要安尼登记。伊个事故呢，嘛无去甲办理，因此哇，半暝啊，警察就去搜查，啊，就家己去警察局，有真侪人，也可能有这个情形啦。而且毋是去带女婿爱登记呢，是你去带高阳，哦，你唔管朋友到亲戚到，都要去警察局所报备者，叫做流动户口啦。哦，真侪人可能啊，凡是把这个情形去用掠去，有钱的人吼，当发钱就。放伊走啊！但是有内行的人表示讲，吼、哦，卖去哦，警察局甲你罚钱，啊，都要予伊拘留，因为被拘留的话呢，警察局阁都要负责予拘留的人食饭，吼、哦，算安尼乖只阿妈无啊，趁一顿阿食。当然，警察局嘛真够算啦，既然听内行的人伫咧讲这个撇步真好，结果呢，真正留伫咧。啊，最后一批人拢无发钱，啊，警方呢，啊，全部都放走啊，嘛袂当留咧，互你食饭啦，无啦，规气莫甲你发啦。伫咧早期，如果若是像咱
离开家己厝到外地去借贷，爱报流动户口。当然，唔知年纪大朋友呢，是唔是有这款的印象？哦，这长辈时代，哦，是唔是有这个印象啊？较早戒严时期啊，当然，这可能是一段短短的时间啦。以前是住伫咧旅社爱登记，到即摆嘛是爱登记，但是较早呢，你若离开家己的厝诶，去住外县市，都爱报流动户口。咱来听王秀如所唱的这个《爸爸爱妈妈》。啦啦啦啦啦啦，爸爸呀爱妈妈，耶耶耶耶耶耶，妈妈呀爱爸爸，再接来跳我动感的境界，爸爸真爱妈妈的温度。Thank you.